最早的话，我觉得大理吸引我们的话，应该是这边的阳光啊、空气啊、干净的水。但其实到了后面的话，我觉得真正待下来以后，其实发现吸引我的是这边的传统的一些文化，然后还有白族的这种包容的这种状态。给我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融合，就是是很多方面的融合，就包括一个乡土的融合、文化的融合、手艺的融合，然后生活节奏的融合，然后等等方面，然后这个是大理一个带给我的非常大的一个精神上面的启发。